偷吃，这次我在拼多多一元钱抢的，他们现在有活动，一元就有机会秒杀到整整9斤小龙虾，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就能参与。我虾，<笑>我的虾，没事，我再去拼多多给你抢9斤。谁的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你走，你先选。 我操，什么东西？哈哈哈，洋葱。哈哈，到我了。啊！我操，我手机。嘿，我改呀。没事，小弟，到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 上去看看这手机能卖多少钱。像我这个苹果还能卖3000多嘞，再加1000块钱就能换个新款了。这么好，那等一下我也去试一下。哇，辣椒酱，我喜欢。 走走走。
来吧，开吃。挺能吃啊，试试这个。不。辣椒熟了，哥，我要吃卤粉，加蛋加辣，不要葱。辣椒小了。南方人吃早餐。北方人吃早餐。俺们这个都是东北人，俺们这个可咱高丽参。吃饭嘞！站起来！多加点吧。晚上走了。生女儿的吃饭，装点汤给你喝。来，宝贝吃这个。生儿子的吃饭。生活太多苦，讽刺痛我的骨，可是我不愿。